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9月6日 ，K 查普因世界杯拒绝曼联。法兰克福门将 K 查普的经纪人施特鲁斯在接受图片包的采访时表示 ，K 查普拒绝曼联是因为考虑到世界杯。施特鲁斯表示，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时间点。K 查普去年在法兰克福经历了一个欧洲联赛童话，现在故事仍然在继续，谁也不知道在曼联会发生些什么。很多年来，迪基亚是曼联的一号门将。对于 K 查普来说，他要考虑到今年的世界杯。在上赛季， K 查普帮助法兰克福赢得了欧洲联赛冠军。而在今年夏天，有媒体表示曼联曾考虑引进 K 查普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